那再给我们医师一点准备的时间，那也可以请刚刚他们那个表演再给我一点掌声吗？
来再次给我们刚刚所表演的医师一点掌声好吗？对，那大家好，我是 Evolution 的夏夜。那在这段让我们刚所表演的医师休息的段时间，由我来 MC， 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刚所表演的那几首歌。那可能有些有听过，有些没听过，没关系，我这边会统一介绍。那第一首歌呢，有点富含，有点 EDM 曲风感觉，那个是由我们的评审长小齐为我们选的，来自 Gaidra 的 Game Over， 非常帅气的一首歌，跟他一样帅，真的。然后第二首歌呢，是来自 King 的意图啊，出自于。突然忘记了，咒术回战啊，对，谢谢，我忘记了，来自于咒术回战剧场版的一首主题曲。那第三首歌呢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，而且更应该听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有跟一位 YouTuber 合作，那位 YouTuber 记得我到在场，他就是立奇，对，我们跟他合作拍了一首歌，上传到YouTube 上面去，还没看过的可以去立奇的频道看一下。对，我们跟他合作这首残响散歌，来自 Amy 的。那第四首歌曲，让我查一下。第四首歌曲是来自 Official Hina 的 Miss Nuts。那应该有些人会听过，因为它是来自最近非常火红的一部动漫，叫做《间谍加加九》，它的主题曲，大家应该也都有多少知道那个阿尼亚，对吧？应该现场好像也有看到有出一些阿尼亚 cos 的，非常的棒。那最后一首歌呢，表演方式跟前面其他首不太一样，它是来自 Asaka 的 Nanajino 以及 Senkaf。 那它的表演方式呢，是我们所谓的一种叫做纪连的表演方式，就是有一首歌不间断的持续，然后呢会有各个番队，就是不同的医师轮番上阵去秀他们自认为非常厉害的技能。讲当然大家也看过，真的是非常令人赏心悦目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用让我们 EVO 为各位带来继续更多精彩的演出，谢谢大家。Over for you.